冷吗？位置没有命中，被动稍微缓了一下，但是 Kevin 他一个敲把 Alkes 给敲回去，也许的位置哇，中了，逮到了这个 Kato， 哦哟，狙杀，你的拖鞋往后拉掉 ，Kato 哇，哎呀，只能镰刀起来之后呢，还是被狙杀给命中，看一下后面换的小张位置往前这边想要继续挤压，刘波的话呢开启了大绝，这边换的顺移敲下位置找到是叶许，叶许的话呢被放倒，这边换的他有涅槃之刃能够躲掉马拖鞋，再度拉掉，看一下后面第一个的位置，看一下球中往前狙击 A， 小张全线被 A 非常惨，后面的话呢还要再继续点这座塔。中路的外塔被放倒，但是的话呢，凯撒也来到了失血，这样的话呢没有多做造进哦，拿到了外塔之，哎，尝到甜头就收手。哇，夜曲这个真的有点凯瑞，嗯，他细节啊，等那个镰刀触发完之后再次出手，对。哇，夜曲真的是六，但是后面刚好被抓到一个失误，是